算了吧。嗨，现在我们晒好了，把这个晒干就可以放坛子里了。这个洗啊，我那我知道呀。啊，好嘞。大白菜，哎呦，不容易吃出来。现在这个菜晒的，吓我一跳。等把你哥哥，你的哥哥，你把哥哥哥哥涂了点好不？晒干了就要洗一下，洗个一晒，洗干净。杀了吧，杀就来修个吧。拜拜。香蓬去了。这怎么晒得开哟？我觉得有点脱落，这是你捆起的吗，妈妈？这鱼过后面多的是，谁没这个捆这个把的？哎，不要拽，都掉了。我把。这个晒干了之后就放坛子里放一段时间就可以吃啦，老坛子。现在在烧这个外婆菜喽，已经切好了。切碎了之后就放在那个坛子里面腌好就可以了，可以吃了，过几天过一个周星期就可以吃了，腌好过一周就可以吃了，炒来吃。现在我来做指挥官。会了不？你懒得跟我干活呀了不？你给我摇摇起来，不紧张不紧张。切完了，你看一下。一大簸箕，你们知道簸箕是什么吗？短香。短香，哎呦，短香。什么叫短香？我叫簸箕。现在再晒一下，再晒一下，今天就装盘子喽。装盘子。对，看我妈。我妈妈，你晒吗？我觉得我不需要戴帽子。我就非得你戴帽子。妈，少发脸。我也想来灌。左右就可以吃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屏幕下方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